故北投乐活街热闹展开。金刚爱假怂，一一爱假财哦哈。要的活少不得健康，素食改变饮食第一步。联署一一一世界书信日，发挥创意，现场还有套圈圈，大方送蔬果。就是说，尽量就是比较少吃肉这样。联署他们也同意，知道愿意这一天吃素。那我们再配合有一些套套乐，宣导环保概念。蔬果装穿上身可以留念爱地球，而想要吃的健康有机无毒，仰赖背后一群小农默默耕耘。现在的话都注重养生，所以说至少就算没有做到有机，也要做到无毒的这个阶段。除了快乐生活在北投，我希望来北投呢是属于慢活的一个主要的目的。活在当地，品尝在地，才能找回最纯粹的早期生活。台视新闻消息节，梁嘉明台北报道。